2016欧洲歌唱大赛第一场半决赛已于5月11号凌晨3点火热上演，共有来自42国的顶尖歌手为音乐而战。我大芒果 TV 独家直播了这场音乐盛典，在赛前红毯上，来自各国的选手们给芒果 TV 的王爷宝宝热情地打了招呼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Eurovision Red Carpet Event. Hi China, how are you? Hello China. Hi, this is Emily from Stockholm. Hi to all the Chinese friends from Francis coming to you. Guys, my name is Freddy. I'm here to say hi. Hi, Mango TV. 我爱 Mango TV. 我爱 Mango TV.在昨晚的比赛，各国选手们纷纷拿出看家本领，在美轮美奂的舞台上一展高下。来自阿塞拜疆、俄罗斯、荷兰、匈牙利、克罗地亚、奥地利、亚美尼亚、捷克、塞浦路斯、马耳他的选手成功晋级。快跟随捞仔一起回顾一下精彩时刻吧。2016欧洲歌唱大赛是我大芒果 TV 连续第二年为王爷宝宝全网独家直播。值得一提的是，芒果 TV 互联网电视芒果 Live Show 采用了杜比 5.1 直播技术，让网友如临欧洲歌唱大赛的震撼现场。而现场的舞美设计更是巧夺天工，让人赏心悦目。网友们想要看到更多精彩内容，就一定要跟着伍洲彤、梁翘柏两位老师，在5月13号凌晨3点锁定本届欧唱的第二场半决赛，5月15号凌晨3点锁定本届欧唱总决赛。42国的顶尖歌手将为音乐而战。芒果老兄们，听说欧唱总决赛还会有神秘大咖降临哦，报道。